安徽华盛机电售前是一型冷接机，可用于铜、铝、金、银、镍、锡等及其他部分合金材料焊接。接线范围为0.08毫米到0.5毫米。捏合模具使模具处于合缝状态，按压进手钳中，握住手柄取下黑色模器，按下开门器调节块，放入铜线后松开，横缝调节为线径的1/3，线头在竖缝一半的位置即可。按压手柄4至5次，按下横推杆取出铜线，